是结晶单纯土地台湾人的心肝，台湾人同心肝，同款有分量，飘飘子孙，飘飘子孙，代代永远的西瓜，水田的无路比的山河，路途人拢会说明一下，就是今天原定要出席的沈柏良陈老师，那因为他临时有事，所以说他今天没有办法前来，但
沈博阳老师呢，他要准备他的这个会要发言的内容。那我们在会后呢，我们会将我们江沈老师的发言内容整理成会后稿，好，那也会把相关的资讯整理在我们今天这个脸书的直播的影片当中。好，那再跟各位媒体朋友们说声不好意思，我跟大家说明一下，谢谢。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哈，我们今天经济民主联合好，今天召开的延长疫期适配到经民联定义改革缩帖发布的这个记者会。好，那我们台湾社会整个台湾在近期哈，国防部哦因应中国的敌情哈，目前哈国防部政府都在评估说是否要将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的疫期延长，并且呢哦在今年的十月五号。国防部部长邱国正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备询的时候，有谈到疫情的相关讨论已经有了眉目，考量当前敌情严峻，四个月的疫情，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是不够的，必须要强化，并且呢，他有说到应该会在年底前，来进行公告。那经民联认为说呢，在探讨兵役改革、兵役延长的同时呢，应该一并纳入训练。编制以及建构国土防卫军的相关改革，我们今天举行记者会，那也要来公布我们的兵役改革缩帖。我们经济民主联合主张义务役的役期延长应该要有四项配合的改革，我们认为说应该以役期一年公平服役方式多元为原则，并且呢搭配专业常备部队与义务役的有效分工，以及引进外国军事专业师资来改造国军作战准则与训练文化，还有就是要筹建平战转换公私协力的国土防卫军。我们这么说，有这些配套的搭配呢，才可以让台湾组建更加坚实的全民防卫体系。那首先我这边要先来说明到，就是目前台湾军队员额不足以及兵役役期有延长必要的相关的内容现在呢国防部的编定的这个员额数是 21.5 万人扣除维持员额那也就是学生入伍受训以及留职停薪等等相关的人员还有文职以及约聘部的人员。正式的常备部队正式的军职编制约在188,000人但是呢我们来看到近年度的国防报告书他又写到说军官的人数是36,232人，士官是89,706人，士兵是44,127人，总共加起来是170,000人左右那我们又再看到国防部在110年曾经在一个新闻稿中提到现在国防部下辖人员的总数是169,200人那也就是说采募兵制之后呢，台湾军方的实际员额也就是实际真的在有编制进去的人以及在书面上编制的员额有2-3万人之间的短差并且呢国防部呢在109年的发布新闻稿中表示每年受军事训练役的人员约在八万人左右，但是呢，随着少子化的严峻，人数却持续下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军事训练役8万人，以及现在国防部现有的人力编制大概是16、17、18万人左右，加起来也才241万人。要如何抗拒？要如何抵抗军力庞大的中国？这是台湾社会的确必须要去面对的课题。那如果我们来看现在的兵力是否足够来应付中国的军事威胁，有没有强化的必要性？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看，来找出答案。第一个，我们来看总员额，中国总共的解放军兵力大约是200万人左右，并且分为5大战区。那直接跟台湾正面相抗衡的是东部战区它是东部战区以及南部战区他们下辖有71到75个集团军。那以解放军的编制来说，每个集团军的编制员额大概是7到8万人陆军总兵力那就是50万人，再加上相配合的空军、海军、火箭军以及战略支援部队，
整个中国东部战区以及南部战区的总兵力约在70到80万人，是目前哈我国常备部队人数的4至5倍。哦，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我们要去对抗中国的部队的人数。哦，第二个，我们从任务目标来看，目前哈国军除了维持机动打击部队以外呢，其实哈并没有去足够的滩岸守备、城镇守备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守备的常备兵力。哦，国防部在2020年12月24日曾经有对外公布，将要新编5个步兵旅，那之后就会有12个第一类型的滩岸守备旅。哦，但是呢，目前这个新建的步兵旅呢，哦，要担任滩岸守备的步兵旅，哦，目前负责新兵训练任务，哦，只有基础干部每个营的100余人，哦，必须，哦，透过后备动员的补充，才有足够的滩岸守备兵力。哦，至于国防部，哦，原先有规划纵深级城镇守备旅以及重要目标防护守备部队，更是停留在只有在战时、只有在战争的时候，才会由各军事学校及县市的后备动员旅，哦，才会有各县市的后备旅动员编成后，哦，负责纵深守备以及重要目标防护任务。哦，但这些都是只有纸上的规划。哦，那面对共军可能对台湾实施的海陆空立体登陆作战，极有可能压缩国军的后备动员的时间。哦，那国军不但要维持一定的数量，哦，具备高度战力的常备部队以外呢，也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哦，形成一定战力的后备部队，要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去做动员，哦，去做训练，去做编制，去做武器的方法，去做人员的管控。哦，这其实难度是非常高的。但是呢，目前国军的后备部队编制训练与战争的实况相去甚远，哦，却有在平时及编成滩岸守备、城镇守备及重要目标防护的守备，哦，这些相关任务的部队，哦，这些是有其必要的。哦，那以上，哦，就是我的发言。那接下来，哦，我们邀请到经济民主联合的智库召集人赖鸿翔赖律师来为我们发言。各位媒体朋友以及线上的朋友大家好，哦，那我在这里说明经民联关于兵役改革的4个配套的主张，哦，那第一个，我们的基本原则是役期1年，哦，公平服役方式多元，哦，那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就是说啊，你既然已经延长役期1年，哦，那为什么还要讲这个方式多元呢？方式多元是在讲什么呢？好，那是不是我先用这3个牌子啊，哦，给大家看一下？好，哦，给大家看一下。好，哦，基本上呢，我们是主张义务役要延长1年，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从头到尾当兵当1年。好，哦，而是要以这3个多元的方式，有的人呢，根据你自己的生涯规划，啊，有些呢是选择连续当兵1年，啊，有些呢你可以选择分期付款，啊，也就是军事训练以后，啊，每年再服役15天，这个叫分期付款，啊，那第3个类型呢叫做兼差当兵。好，就是军事训练以后，好，那你再分1次2次，好，那个以那个就是同时保有民间工作以及同时在军队服役，参考好那个波兰好以及乌克兰的国土防卫军的方式，以这3种多元的方式来服役，这就是基民联的基本主张。好，役期1年，公平服役方式多元，哦，基本上让每个役人可以选择是连续服役1年，还是要分期付款，还是要兼差当兵。哦，好，我先说明这个基本主张。好，哦，那为什么是这样的主张呢？简单讲，面对中共的威胁，台湾的兵力确实不够，确实需要延长役期，好，哦，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但是
延长疫期，你要这些义务这些义务役的官兵在军队做什么呢？好、哦，事实上，一个在台海战争，如果义务役负责本岛的纵深防卫的守备任务的步枪兵，他所需要的专长，即使搭配机关枪，好、哦。火箭筒，好，甚至个人的反装甲飞弹、火箭武器，这样的训练也不需要一年。好，那我们设想一下，你把一个义务役的士兵，好，他可能4个月到6个月，他的专长训练就已经结束了，然后你再把他关在这个成功岭。关在金六节，好，关在新训中心，再关半年到8个月，好，那很可能就是说，他就只好再重复，不断的重复出公差、整理营舍、拔草，好，那个扫地，好，那甚至做敦亲睦邻，帮忙呢农民割稻。那你如果刚好分配到那个恒春，好，还要去帮农民呢收割洋葱。好、哦，大概最后的结果会变成这样，那其实会变成是一种人力的浪费。好、哦，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建议应该让已经完成一定专长训练的义务役，即使不到一年，先让他退伍。退伍以后，你可以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每年服役15天。每年服役十五天做什么呢？好，服役十五天做什么呢？哎，你将来的守备任务到哪里，你就应该到那个地方去训练，去熟悉环境。比如说滩岸守备旅，你这个营，你这个连是负责守福隆海水浴场，你的训练就不应该都是在成功岭，都不应该都在金六节关东桥。你就真的应该到每年十五天到福隆海水浴场去看，哎，碉堡要在哪里，沙包要在哪里，机关枪的射口应该射在哪里，真的去防御做演练。好，如果你是守淡水河六号水门，那你就真的应该到六号水门去受训。如果你是重要目标的守备部队，你是守基隆的协和发电厂，你是守麦寮的发电厂，好，那这个部队的训练就真的应该是在这里，到发电厂去。守水库的就应该到水库去，所以适合的训练方式，一年不应该是在新训中心虚耗光阴，而应该是在平时就组建滩岸守备旅、城镇纵深守备旅，以及基重要目标的防护守备旅。好、哦，这个就是金明年主张啊、哦，就是役期延长一年，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从头到尾连续当一年，应该要公平服役，方式多元。好、哦。那至于分期付款，为什么是我们建议15天？好、哦，那或者是考量现行的教召已经是14天了，然后瑞士的兵役制度是19天，好、哦，瑞士也是军事训练4个月，啊、哦，4个月，然后呢每年服役19天，啊、哦，那这个是。我们第一个主张，好、哦，服役一年，公平服役方式多元，好、哦，那可能很多人会问到说，哎，女性，好、哦，那我们认为说，女性应该也可以自愿的来选择要不要服军事役，或者是防灾救灾役，好、哦，好，这个是第一个主张。第二个主张呢，我们认为呢，要有3个配套，哈、哦，进一步的配套，包括呢，专业常备军队跟义务役呢要有效分工。义务役的延长呢，不应该排挤
自愿役常备军队的编制员额，好，而因为编入目前呢，自愿役人数力有未逮的探案守备旅、纵深及成备守备旅、关键基础设施守备旅，好，那这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其实刚刚罗仪已经跟大家说明了，在目前台海的国防部的作战响定中，好，当然我们希望那个就是能够阻绝中国军队在台海不要让他们登陆，但是万一真的中国解放军登陆了，我们还是也要有进一步的防备啊。好，那从目前从滩岸守备、城镇守备到重要目标的防护的守备，好，必须很国防部必须很诚实的告诉国人，目前并没有实兵的编制。好，我们的滩岸守备旅，它叫做基干旅，基本的基，干部的干，基干旅，意思是说只有官没有兵，只有干部没有部队，好，他就是新训中心在带新兵，好，那必须等到了战争的时候动员，才会有滩岸守备，真正的滩岸守备旅。我们的城镇守备旅跟基础目标防护守备旅，其实目前是纸上谈兵，好，就是战争的时候由军校学生为主动员，加上后备部队组成。好，那这个部分目前是空的，所以义务役的员额主要要填补这个部分，而不是去取代目前的装甲旅、炮兵旅、机步旅的这些常备部队，或者是海军空军的常备部队。因为常备部队的训练一年还是不够，照呢志愿役士兵服役条例，志愿役的士兵至少服役四年，那要一年六个月以后才会升上等兵，所以一年的时间也没有办法取代常备军队。好，那之所以需要有义务役，就是应该去填补刚刚讲的滩岸守备、纵深及城镇守备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守备的工作，这是第二个主张。第三个主张呢，我们认为那个国军呢应该要引进外国的军事专业，改造国军作战准则与训练文化。好，那其实大概28岁以上的台湾男性几乎都有当兵两年的经验。好，那大家呢对于呢军队的训练文化其实是有许多批评的。好，那本来我们知道，好，以乌克兰为例，好，乌克兰的军事改革就是在美国的协助下，好，每年训练五个步兵旅，好，那形成新的战力，好，那这个其实在台湾过去建军的历史上，好，即使在蒋介石时代，好，台湾呢蒋介石他也知道说台湾的建军不能够只靠黄埔系的军人，好，所以呢有日本的白团，好，协助国军的训练，好，那也有德国的军事训练团，好，当时呢是叫做明德专案联络人士，好，德国的军事训练团，好，协助训练，那更不用讲，好，美军当年驻台，好，所以我们认为说整个兵役的改革应该要引进外国的训练制度，训练师资。好，第三个呢，我们主张要筹建平战转换公私协力的国土防卫军。好，那参考乌克兰将部队分为常备部队、国民兵、好，以及国土防卫部队。好，
那台湾呢，也应该要有类似的做法啊。第一类军人呢，就是常备部队啊，那以呢志愿役为主啊。那遇到战争的时候呢，可以扩大动员呢当年志愿役退伍的，回到他当年的部队。好，这个就是常备部队以志愿役为主。第二个，海岸守备部队，好，应该是一半的志愿役，一半的义务役，好，来组成的海岸勘探守备部队。第三个呢，国土防卫部队，好，也就是城镇纵深守备，好，以及重要目标的防务守备，好，应该要以呢义务役的为主，好，以义务役的为主，好，然后再搭配呢跟民防系统的结合，还有呢像现在许多民间，好，像黑熊学院，好，训练，好，那许多民间的人士，好，愿意投入好国土防卫工作，好，我们应该建立公私协力的制度，好，那以上这四点主张啊，才是我们认为呢这个兵役改革好必须配套思考的问题，这样役期延长为一年才能够真正提升战力。好，那我报告到这边。好，那谢谢赖律师的发言，非常清晰清楚的来去谈到我们认为说兵役改革所要去做搭配的四项改革的配套措施。那因为刚刚有跟各位朋友们有跟各位记者媒体朋友提到说沈博阳沈老师，那因为那个临时有事无法前来，不过他有录一段他发言的录音档给我们，那我们就是现在在这边播放，那时间大概是三分半钟左右，那以下是那个沈博阳沈老师的发言。关于兵役改革的问题，我觉得金碧莲这一次讲的已经很清楚了，那我们从我们的角度，然后再补充一些意见。第一个就是在俄罗斯这一次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其实呢有过这个俄罗斯的士兵假装扮成这个乌克兰的士兵，然后并请求这个急救，那等到医务人员赶到现场之后再予以射杀。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其实就会凸显非常大的问题是在于说，除了用这样的一个假消息让人心惶惶之外，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战争的时候谁来保护医护人员。如果我们现在在人数不足的情况之下，连警力都可能会被叫到前方，那区域上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做防卫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那如果军人在前面作战，后面真是没有办法保卫的话，那这种区域上的防卫很容易就会形成破口。那我们如果在平常成平的时期对于区域的防卫就没有先建立起来，那么到最后呢要跟国军这个对接，这一定会形成很大的问题。那这一次呢在整个说帖里面有提到以往这一个就已经有其他前辈跟朋友提过的国土防卫军的一个概念并不是说呢这一个国外有试用过的这种制度或者说兵力就一定要完全搬到台湾，但台湾一定要进入这样的一个讨论是在于说我们要怎么去进行我们的区域防卫有谁在那一个时候是能够保护医护人员的，或者我们在平常的时候有没有建立好识别的标志，有没有人可以先帮医护人员的去看现场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这一个士兵就是我们我国的士兵，那这样医护人员才有办法这个去实施相关的救助行为。那因为毕竟在国际法上面如果一旦拿起了枪
或者说进行的这种战斗行动，那其实敌军呢其实是这个有办法将其射杀，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除了要让一般人民要认识到这个法律的风险之外，如果我们真的要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区域访问，势必要有法律制度上的改革，而不是只是在这个民间告诉大家说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做防卫，然后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法律上的一个修订呢，才是目前台湾最急迫所需要的。那至于到底要不要采行这样的一个制度，绝对是可以进入公众的一个讨论。那我想今天金铭联在这个兵役制度的改革上面，甚至也包含到后备一直包含到这个国土防卫军的这个构想蓝图就摆在这一边所希望的就是能够激起更多社会的一个讨论，让我们可以知道在战争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应对。那我的发言就到这边谢谢大家。好，那以上是沈博良沈老师关于今天我们记者会的这个发言。好，那我们今天记者会的诉求我们都有说明完毕。好，那想请问在场的媒体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提问？好，如果没有提问的话，那我们会再把刚刚沈老师的发言内容，那我们会再把它以会后稿的形式放在我们的媒体记者群，那还有我们今天的一些记者会谈到的相关内容，也都会放在今天的那个我们的记者群的会后稿里面。好，那今天感谢大家参与今天九点的记者会，谢谢大家，谢谢。